有人问我说田螺虫什么时候采？像这个最标准啊，好，像旁边这只稍微高一点点，但是像这只最标准啊，这个时候来采哈，来采最刚好。OK， 来，现在给听家响的来，很棒的，很大只哈。今天现采的哈，今天是2019年7月4号，好，都大只的哈，大家可以种好东西呀、啊，可以种啊，这个出清不会苦的，像大只哈，像这尾部，有人问我说啊，这个有上讲啊哈，啊会苦无？讲讲，你看做凉拌沙拉一样很棒，很好吃哈，热煮哈，上好是煮差不多10分钟左右安尼啦，滚10分钟，这个滚，绝对好吃，好，这个管子哈，有讲啊嘛，也在做凉拌沙拉哦，相当值得种的一个笋子哈。好东西哈，那推广给好朋友了哈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2019年7月4号哈，2019年7月4号，田螺笋，来跟大家特别介绍，什么时候才是最正确的采收时机？像这个那么高的时候了，好，像这个5-60公分的时候哈，我们现在采我们的田螺笋，来，一只，粗心不会煮的哈，来，这很简单啦，哈。粗心不会苦的，哎，两只，好，哎，我来介绍一套这组哈，你看，现在我们这组必须要挖起来吃的，那旁边再一根，你有没有哈？哎，你等于说抢了它营养分了，营养成分了，我们把它挖起来吃，这只就会长大。好，旁边这只，这是田螺笋，是一个相当丰产的一个笋子啊。这里有个刚好可以看哈，这前一段时间采的，好，前一段时间采的，你看。好，现在是现采的啊，我们采完以后，如果有稍微一点泥土的话最好了。它旁边它会在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们采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说哦，都弄在很头部哈、哦，稍微留一段距离哈、哦，让它有空间再长其他的新笋哈。跟大家分享，来，很好采，啊、哦，这田螺笋是很好采，没有说像一般竹笋那么麻烦。相当棒，相当漂亮，来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像剥一样，吃光嘛样，好，来 ，OK 了。哎，这漂亮，你看，相当漂亮了，天龙笋，好，一斤来给放好嘛，几斤？来，四斤有吧？啊，四斤，丰产嘛，这做好生意啊。哦，四斤，好、哦，一斤四斤，相当不错了哈，四斤，这头上水也有啊哈，买菜个老较长啦，无需要啦哈、哦，这规矩较正安尼哈，规矩拢会使食，好、哦，云南大笋叫做云南甜笋，无就我一斤讲，伊拢去食斤的，无细斤啦哈，这叫做云南大笋哈、哦，当然买菜个老较长较悬的啦哈，咱建议就是讲，啊，拄好来菜，来菜收来食哈。哦啊，拄好有人加买来吼，啊，以上甲大家介绍，感谢大家，有时间啦吼，来阮苗栗义鼎农场吼，啊，义鼎农场吼，那有时间吼，来阮苗栗义鼎农场来甲阮参观选购吼，感谢你啦嘿。来，大家好，来介绍我们这批哈田螺笋苗哈，因为最近太多人订购了，这是2019哈，现在是20197月2号哈，我们预计这批呢哈，到2019八月份的时候就要出的哈。这个苗你看，相当健康，相当漂亮，好、哦，相当漂亮。我们是一定要等根系稳定了。来，他拍那边哈、哦，很漂亮，好、哦，这批苗很漂亮。所以说，七月份有定的哈、哦，我陆续我都会出货给大家哈、哦。啊，这批哈、哦，预计在就是八月份要出的苗哈、哦，我们就是等它根系稳定了，我们再出货哈、哦。因为我们是自己繁殖的哈、哦，这个苗一定是正确，这叫云南大笋，不是什么黄金笋，不是什么。那个其他的哈，当然很多名词我们不一致评哈。这跟我买的话，这是我亲自繁殖的，一定不会买错品种哈。这一盆500块哈，那有需要的哈，就我们就用预定的方式哈，用预定的方式，我们会陆续可以出货的话，我们会陆续的出货。这批苗很漂亮，都很健康 ，OK。